确实还是大家好，这位是我妈妈。别看她现在被左右簇拥着乐不思蜀，以前啊，她和很多妈妈一样，也不喜欢小动物。直到我养了团团圆圆，囫囵小枣，才不出意外的真香了。这段时间老公不在家，她怕我自己一拖四太辛苦，主动提出要帮忙带娃。但养猫她也没经验，以往来我家只是看一看摸一摸，有点像我们去猫咖。所以这回我很期待帮他解锁新的技能。掰碎碎的是不是？我也掰一掰。都倒上。都倒吧。对，泡软点他们好吃。好了。一大块的就可以了，弄在皮肤上。好像这样好了，这样可以了。架势稳准狠，好吧，这比拿手术刀简单啊。这头不冷不冷哟，洒脱了，都挤出来了。来，舒服舒服，往那个脚趾头缝里去。不让抹了，不让抹啊，我打吧。韩思明膜呢，好好的保养好啊。哎呀，妈妈刚来那几天，为了让她和小枣相互适应，我们遛猫只在家门口转转。今天天气好，她提议想多走一走。小黑好像也知道了我们的计划。生气啦？她跟小黑玩你不开心？我妈现在太娴熟了，已经把小枣带走了。尿了，小心它等会儿会飞起来啊，拽紧。这么大一泡，哎呦，尿了尿了。曾经看到这样的话，说猫的魅力就在于给我们期待，它们聪明地保持着和我们的距离，让我们期待更亲密更深入，
他们拿捏的正是我们的不满足。朝夕相处三个礼拜后，这种不满足妈妈也有了。上来吧，上来。是吧？把我忘了，那天陪我陪那么好。他们不吵我了，已经不跟我友好了。我把它弄出来。你怎么那么快就进去了？那是我的屋，你瞧瞧。哎呀，大嫂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进去了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我妈会和霍伦和小枣还有我共处一床。以前她来我家从来都是在另一间卧室关着门睡觉，生怕霍伦和小枣上她的床。以前她还很偏心团团圆圆，总说猫不如狗亲，但今天她告诉我好像不知不觉霍伦和小枣也钻到她心里去了。开始那边给脚蹦着也慢，而后来抓猫也马上抓上，抱也好快，抱上肩膀也上来了。那你现在觉不觉得养小猫小狗挺好的？哦，挺好的，就这会儿喜欢了，就上到了心里了嘛，所以就是谁到了谁最在心里。好像是花儿跟小枣在心里头，团团圆圆是，也在呢，是在脑子里呢。